今天值日生是哪个？这真火药了！又轮到我们家了吧？我看谁还在说话。行，谁都不知道值日生是吧？班长，是桑夏。放下，拿出来。你拿不拿？你今天要是不拿，这节课就别上了。不上就不上了。你还敢顶嘴是吧？
哎，葛兰兰，小雷老师啊，这么一大盆，你一个人搬过来的？哎，李然呢？哦，到图书馆去借几本书。哦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进来噻。你来我家干什么？不是你请我来的吗？哦，我请的，来，进来噻，进来噻，来。这一顿呐，是我专门感谢两位恩师的。哦。 葛奶奶，哎哎，别忙活了，快来吃吧。老汤收过火，你们先吃，别管我啊。当年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补课。